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呢，接到一个挑战，就是我的 roommate 给了我两张照片，然后要我带他来拍，就是来拍照，对，人物照。然后我今天来到第一个点。对，我们最近有很喜欢，就是一个 YouTuber 是 Tuesday， 然后他们喜欢拉小提琴，然后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点，这个背后是中国银行，这边是中国银行，然后这边是知名的某一个饭店，对，在新加坡很漂亮的饭店，那我们今天来这边拍照，然后我们前后照比对一下。大家觉得像吗？ OK， 那我们接下来到下一个景点， Let's go。今天是体验这个海底捞新科技体验店，然后这是我们先上菜的欢迎迎宾水果。那我们今天点主要是鸡汤跟白玉锅，然后我们还有点一个羊肉套餐，是肉套餐冻豆腐跟一个捞面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带大家来新加坡的这边是 CT 后捷运站，那这边有个梦呢，是新有这边有一间新开的海底捞，然后这是新科技体验店，然后带大家体验一下。然后它首先点餐方式呢，都是用平板点餐，然后所有因为现在 virus 期间，然后我没办法去自助餐夹那种把费，然后所以都用就是平板电脑点餐，然后服务员会送餐点过来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开动吧。这个水果是免费续吃到饱，然后今天有西瓜跟哈密瓜。然后啊，新加坡基本上湿纸巾擦手指是另外要收钱的，然后海底捞在这边是不用收费，所以这个是已经是免费的。然后另外呢，它还有给这个，这个是海底捞酒精棉片，像 virus 期间，那这个你可以拿来擦眼镜或者是擦手机都可以用。这新科技体验店，所以送餐都是机器人送餐。噔噔噔，好，我们的肉来了，这个是羊肉，这个是黑猪肉，然后还有菜盘，这个是冻豆腐。鸡蛋的话，我们可以拿去后面给你先盛荷包蛋，需要吗？不用了。两个，先一个荷包蛋是吗？荷包蛋，那两个荷包蛋好。两个的先哈，谢谢。这个是冻豆腐，还可以选。好了，我们要涮肉了，可以。黑猪肉，这是羊肉。这都涮多久啊？涮四秒到十秒。噔噔，好啦，这样就可以吃了。谢谢。把汤里面的泡沫给你去一下，咱们可以喝汤了哈。可以，还可以帮忙去泡沫。我们喝什么汤？鸡汤哈。您呢？喝什么汤是吗？白玉汤。要让你等一下啊。所以这边是鸡汤，这个是鸡汤。小心哈，烫很烫哈，太难喝了。
汤没了可以再续汤吗？可以，这个可以续的。然后你觉得味道淡了也是可以多说。啊、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不合适不满意的可以告诉我哈。好，那我们刚加了水果，这个是哈密瓜，然后它这个是西瓜，我要直接送超大的，而且他们加这个香菜都不手软。这是跟他讲，这是黑猪肉，涮了四秒之后的黑猪肉。不是很烧哎、欸，然后放在嘴里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，然后它肉你不用咬，它那个纤维整个在嘴巴里面散开，我觉得化开那种感觉很舒服。那我今天喝的是白玉汤，白玉汤他说是用三种不同的大骨，然后下去熬的，熬。一个晚上是几个晚上？对，我们下一个小凉菜放在锅里面，等一下就做小凉菜。对，可以。白玉汤本身我给9.5分，很好喝哎。这个要放哪一边？清水的，先可以放在清水里面。好。捞面是不是要掰小一点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都拿去旁边帮你撕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他们的猪道也太，是我在拍片的关系吗？不是吧？应该不是吧？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这样。这个是羊肉，嗯，羊肉感觉药材那种，感觉有一点药材味，吃羊，有点羊肉炉的味道，我觉得。羊肉。对啊，就是羊肉炉的那个羊肉味啊，然后它不会很烧哎、欸。然后它羊肉有点带甜甜那种药材味的感觉，鸡肉，嗯，还有这白白是什么？萝卜吗？那颗丸子，那你吃完，哎，这下来块肉哎，哦，刚没有夹到吗？那咱们这边的菜就上齐了哈，两个泡菜，一个冻豆腐，慢慢吃。调味料怎么不需要？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这边的是鸡汤，它里面有这个鱼丸、香菇跟白色这个应该是竹笋笋片，然后还有黑色的乌骨鸡跟红枣，杏鲍菇片哦，那杏鲍菇片，白色这个是杏鲍菇片。那个有什么？然后这个是白玉汤，白玉汤里面有这个豆腐，然后红枣，就这样，没有，里面没有东西了。然后清汤它里面有红枣两个跟白萝卜片。然后这个网子是等一下捞面秀的时候，它会丢进去的一个捞面秀，是吗？嗯，放这个是百叶豆腐下去。要不要这个？我会忘了吃肉。
汤里面煮啊。
小姐帮忙夹菜这样子。然后这边有酱料，有水果，这样子。然后它天花板呢的灯光长这个样子，你会感觉有水族箱的里面的感觉。嗯，东西都有拿吗？然后这一面的墙是 LED 墙，很漂亮哦。这就是今天介绍的海底捞，这是海底捞新技术体验店 New Technology Experience Restaurant。 有呢，小提琴店从这边走上去，在里面。小提琴店，等等，到了到了。好，经过店家同意，我们可以拍片。这边有好小的小提琴。是排到大路大的小提琴，整个哇，这边还有大提琴，整个盒子真的很漂亮，整个柜都是。这是小提琴的盒子，那粉红色好可爱。15寸吗？成人的话，每个人的手长不一样，所以拿的也不一样。这个是15寸的，这个这是米油旺吗？这是米油旺，哦，但是跟玛丽差不多，只是比较大型。我感觉跟我那一只差不多大。没有啦，就大一点点。为什么你要踹中提琴？我就想知道中提琴。我在自嘲，我好害羞。你就拉高音就好了，不要拉低音。小心后面。
This one still can be tricky. Okay, but it still is under 29. 粗碎的麦克杯，非麦皮，非麦皮，他们硬来，转一圈，转一圈，你们要拍照吗？啊，要，粗碎签名 ，Violin， 你帮我拍照，没有，我要看拍一下，哪一个是哪一个签名？这个是，这是 AD， 那这是，对，不是这样看了。这样子，哎，放在桌子那边。对对对，这个 To Say 马克杯从10块新币开始拍，得得。我们签名，天哪，我看不懂。To Say 马克杯在这边拍的哦，签名，那你介绍一下，这个签名是 Adi， 对对，哦，一般。可是它弦拆掉了，对不对？欧仔 ，OK， 你要怎么拍？回家，今天一整天是出色的影片。然后我们首先先去加奈文桥拍我们的人物照、人物写真，然后再去 Marina Square， 然后有一间小提琴店，然后我们也在那边拍照片、拍影片。然后最后我们晚餐吃了海底捞，然后也是出色曾经吃过的。那希望今天大家喜欢这样一日的行程的影片。那我们乔言志下次见，拜拜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